你好，我们环球邮报的读者们，539的会员们，大家午安。好，刚刚到了保安宫，跟保生大帝参拜祈福，奉神明指示，今天开放四排会员到过年啊。四排会员的吃红方法是这样：如果全车二中一，那是1000块啊，会员是中3次给1000，那么新会员中一次是600，四排会员中一次就是你今天中奖，你明天那就要汇1000块来给我啊。中奖后就是1000块吃红，下面两只碰一个尾数啊，也是一样。我们今天是两只碰两只个尾数，中一碰是1000，两碰是2000。啊，这是四百会员的方法，啊，没有参加会员就是吃红，吃红的会员是这样，啊，吃红的会员，凡是你今天参加09150088一次，09150088一次，只要中奖中一次，你就要给我1000块吃红，